不行卖点合成棋，梦幻西游真的只要你想赚钱，一个暑假赚3000块钱应该不难，有1000块钱成本赚3000块钱应该不太难，一个暑假2个月嘛，1000块钱成本一个暑假能赚3000，能做到的兄弟们扣个一，就2个月的时间给你1000块钱，在梦幻西游里能不能赚3000？我跟你们讲，打宝图都很好赚，你再低端一点，打宝图双开，打宝图三开，打宝图四开，打宝图五开，打宝图五开打满，五开压标跑伤带小号抓拐啊，什么胚子，真的啊，网费钱不算啊，就电费钱不算，就在家玩，点卡钱自己掏，还不如搬砖，那两回事啊啊，这不是游戏吗？不，这些都不用算。哎呦我去，欢迎高级，哎呀，感谢谁是谁的